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宗名。伊斯兰是什么？怎样才能加入伊斯兰？任何宗教、任何团体、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信仰纲领、组织原则、思想基础、宗旨和目的，这就叫党章和党纲。如果有人愿意加入，可以先看这些章程，如果觉得它真实、合理、诚恳、无欺，可以作为人生的目标，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加入，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对于党章与党纲的各项指示和要求，应时刻牢记，忠心耿耿，誓死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来升华自己的道德，争做楷模。伊斯兰是极大成的宗教，它也毫不例外地具备上述的要求。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加入伊斯兰，就应当对伊斯兰富有理性的基本原则加以了解，然后再接受它，这样才能对其深信不疑。伊斯兰告诉人们，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永恒的，今世也不是人生的终点，人在出生之前早已存在了，死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人自己并非创造者，他周围的无生物也不能使他从无到有，因为人是有理智的，无生物是没有理智的。那么是谁创造了他，使他从无到有的呢？是真主，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主宰，只有他才能使人以及宇宙万物从无到有。他掌管人类的生死，他创造了一切，如果他意欲，顷刻间可以使其化为乌有。宇宙间的一切没有任何可以做他的匹敌，他是固有的，是永恒的，是无始无终的，是永存永生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任何事物都不能隐瞒他，他绝对公正，这公正不与人类的公正同等。他制定了宇宙的法则法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客观规律。他使万物都具有一定的限度，在先天他就制定了他的细规细则，无论是有生无生物，行为与动静都不会偶然产生，都是由真主的意志自由决定的。它赋予人类理智，用于辨别是非，对于它周密而又精细的安排，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它在短暂的今生之后安排了一个永恒的后世，使善者得以善报而永居乐园，使恶者必遭恶报，陨坠火狱。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主宰，是赏善罚恶的主宰。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的跟前替人说情呢？只有真心为主的善举，才是接近主的唯一媒介。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些是我们直观可以看到的，有些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些被造物，有些是生物，有些是无生物，有些专事作恶，我们把它称之为恶魔，有些介于两者之间，他们中有好的，有坏的，有善的，有恶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时我们能看见，有时我们看不见。我们把这种生活在四维空间的生物叫做精灵。真主从人类中选拔了一些人，并命令他的天使把发自他的法律启示给他们，以便他们奉真主的命令向世人传喜讯和警告他们。我们把这些人称之为真主的使者，这些就是历代先知的经典中所记录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后者废除或包含着前代经典中的内容，这些经典中的最后一步就是古兰经。古兰经的降世废除了前代的很多经典，
因为是前代的有些经典已经失去存在的，均已被篡改，其真本不复存在，只有古兰经与世长存，永不变更。那些使者中的最后一位便是穆罕默德，求主赐福之。他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父亲阿卜杜拉，他是一位封印的先知，他之后再无先知直至末日。他的教门汇集了所有千奇的宗教，是最完美的信仰。古兰经是伊斯兰的立法原则，是正信的根源，坚定不移地相信它是来自于真主的经典者，才能称之为是一个有正信的人。既然古兰经是真主为引导世人而降世的最后一部经典，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伊斯兰是世界性的正道，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这种正确的信仰，都能成为穆斯林，那么必须让人们认识和了解这种信仰，它简单明了，即口诵清真言作证词：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真主的仆人。无论是谁，只要他虔诚敬意地念了作证词，那么他就是一位穆斯林，在伊斯兰国家就是一位合法的公民，他可以享受到一个穆斯林应有的权利。当然他必须履行伊斯兰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各种功修，这些功修简单易行，毫无困难，而且他也可以获益匪浅。首先是两拜成礼，时间是在黎明破晓直至太阳出生之前，在这两拜里与真主交谈，祈求福利。在礼拜之前需要洗小净，洗身体的局部，如果没有大净者需要取全身。在中午日偏后约12:15至3:00时间段内礼四拜，叫赏礼拜。在3:30之后至日落前这段时间内礼四拜，叫普礼拜。日落后从日落至晚霞消失这段时间内礼三拜，叫昏礼拜。最后是从晚霞散尽直至黎明前，在这段时间内礼四拜，叫宵礼。这就是一昼夜之间的主命拜，可以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完成这些功修。无论是谁，也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尽力遵守，直接向真主祈祷，不需要任何的媒介。其次，在每年伊斯兰历的九月分一个月的斋戒，被称为斋月。穆斯林在这一个月内每天早晨在黎明之前吃饭，在白天不允许吃喝，也不允许过性生活。通过这样一个月的锤炼，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肠胃得以休息，既陶冶了情操，磨练了意志，又锻炼了身体。与此同时，在这个月内还要积极行善，劝善济恶，以此造就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优良的道德风尚。斋月的另一大益处就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激发富人对穷人的恻隐之心和怜悯之情。第三，有钱人在满足了自身和家庭的需要之后，年终要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一次清理净化，拿出2.5%接济平民、儿童、寡妇和一些无依无靠的人等等，这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样对需求者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帮助。它能增强人与人之间团结和友爱，解决贫富悬殊，它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和济世良药。第四，伊斯兰为人类制定了一系列有秩序有规律的社会活动，有些活动是日常的简单聚会，那就是每天礼五翻拜的形式，它和学校上课一样，分几个课时，每天大家在一起礼拜。
礼拜时，每个人都深信自己站在真主的面前，诚心拜主，与真主交谈。这种集体礼拜的作用，就是互帮互助，互相促进，精神团结，齐心协力，携手并肩，共迈乐园。每次集体礼拜最多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无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如果有人因故未能参加这种集会，他可以在家中自己去做，也不会受到任何的责备，但是他失去了集体礼拜的报酬。有些活动是富有生机的，比如每周的聚礼，聚礼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成年理智健全的穆斯林男子必须参加这种活动。有些活动如同在城市里召开的大型会议，每年举行两次，我们把它称之为会礼。这种活动并不强制人们去参加，也历时不到一个小时。大会比如说在一个地方聚会，这对每个人来说却是一次思想受到教育、言行受到熏陶的良机。聚会期间，人们交流思想、交流经验，改进自我、促进自我、升华自我、完善自我，再接再厉。这种聚会作为一个穆斯林，如果他有能力，一生中必须要参加一次，这就是伊斯兰的朝觐。以上这些就是伊斯兰要求必须履行的基本功修。现在我们再谈谈它的部分戒律，那都是些正常的理智认为丑恶的、应当远离的事物，如无故杀人、侵害他人的财产与利益、亏害他人、寻酒闹事、奸淫乱性、放高利贷、说谎欺诈、背信弃义、临阵逃脱、不孝敬父母、无中生有、道听途说、背谈他人、发伪誓、作伪证等等。这些罪恶中最大的莫过于不孝敬双亲、不义和作伪证。作为一名穆斯林，如果他未能完全履行真主的命令，或者违背了真主的部分禁令，只要他向真主忏悔、知过改过、寻求真主的宽恕，那么真主就会饶恕他，因为真主是至恕的、是宽宏的。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不觉醒、不忏悔，那他就是一个犯罪者，复生日必定要受到真主的惩罚。不过其刑罚是有限的，不会像那些否认真主的人一样永远待在火狱之中。要是一个人否认了信仰中的某个基本原则，或信仰的基础，或对其有所怀疑，或否认古兰经中的任何一段经文，那就叫叛教，就是背离伊斯兰的行为。在伊斯兰的法律中，任何罪恶莫过于叛教，用现代的法律说，就如同叛国，如果他不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必自食其果，今后两世难逃罪责。一个穆斯林虽然他未能完全履行真主的命令，违背了他或者违背了他的部分禁令，只要他承认真主的命令必须停止违抗，那么他仍然是一个穆斯林，但他是有罪的。信仰问题就不一样了，比如100条中他承认99条而否认其中的一条，那他也算是叛教了。是一个穆斯林不一定是一个信使，比如一个人加入了某个组织，他参加组织的会议，也做出贡献，也能尽一个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但就是不接受其基本原则，拒不承认他的健全体制，他加入的目的只是为了搞破坏、做奸细，这种人我们称之为伪信使，因为他虽然口称归信了、念了作证词，甚至也做部分功修，但也不能算真正归信，他在真主那里是免不了刑罚的，甚至会罪加一等。这种人尽管被称为穆斯林也罢，因为人们只能看其表面，
但只有真主才能洞悉人类的内心和隐私。如果一个人能归信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对真主诚信无疑，远离以物配主的行为，他信天时，信经典，信末日，信善恶的前定，念作证词，离五十的拜功，分伊斯兰历九月的斋戒，交纳天客，如有能力终身朝觐一次。远离真主的禁令，那么他既是穆斯林又是信实，不过正信的核心还未能真正显示出来，也可以说还不能算得到正信的乐趣。直到他脚踏实地地履行一个穆斯林信实所应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先知愿主福安之曾以最能表达人们心声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描述了通向这条道路的方法，它包含着今后两世的福利，即一个穆斯林应时刻牢记，在他公开独处，无论身居何处，都要时时刻刻感觉到真主在观察着他的所作所为。每当他想起真主时时刻刻都观察着自己的行为时，他就不敢违法乱纪；每当他想起真主时时刻刻与他同在时，就不会畏惧，不胆怯，不绝望，不忧虑，不寂寞。他知道只有真主才是他的拯救者，他只向真主祈求，只向他求救。一旦他犯了错误，就赶紧向真主忏悔，他知道只有真主才能赦宥他的罪恶。圣训中有这样一句话做了概括，你崇拜真主就如同你看见真主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真主，须知真主是看着你们的。